叭叭叭叭。桥上最多宝物可以捡了，一堆垃圾，不是一堆宝物。啊，怎么没有？啊，怎么没有？啊，怎么又是你们？还有一只奇怪的蛇，沙包蛇，怎么可以这么可爱？好啦，是有点可爱。叭叭叭叭叭。请吧，请吧。哎呦，还是蛮有礼貌的嘛。啊！怎么又是你？分明就是讨厌我们。打呀！一言不合就打架。单挑，是呢。一脸鄙视，就凭你这货色，他还打混的，都交给我们在打。那个人真的是来打混的。都我们在做事，他都不做事的，气死！可以 one shot， 可恶！
叭叭叭叭。小屁孩信心受创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说我？你说我可以，但是你不能说我大哥。蛇叔，你就这样走了？不应该让我们抓一下吗？它是幽灵系的吧？辛苦了，婆婆，辛苦你年纪一大把，还要担任道馆馆主，在这边四处奔波。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联盟卡。看一下比特的好了，虽然很鸡巴。年幼时因为事故而住进了育幼院，无法融入群体啊，就现在就是个边缘人了、啊，太边缘了，总是惹是生非与人争吵。洛兹会长给了他一只宝可梦，哦，所以他是自以为会长认可了他，其实只是看他可怜。人生开始改变，因为我现在天赋的他全心投入宝可梦对战，实力逐渐变强。为了得到给自己推荐函的洛兹同意，在道馆挑战一路过关斩将。好啦，也可以懂他的心情，只是他就是个怪的边缘人。加勒尔地区最年长的道馆馆主，果然婆婆辛苦了，继承母亲的衣钵，七十年来坚守着道馆馆主的岗位。但是本人优于现状，认为只靠自己的价值观有所局限，因此正在寻找接班人。虽然本人解释说是因为危机能够让人暴露出本性，所以才喜欢给人出难题，但也有人说他纯粹只是因为他坏心眼而已。坏心眼。齐巴纳被誉为加勒尔最强的道馆馆主，为了追求在任何环境下都能获胜。学会了以操控天气的方式战斗，虽然大家说他只要去其他地区就能成为冠军，但他本人似乎觉得打败当地才是最重要的。他上传的照片很受欢迎，但是偶尔会有只拍到沙暴的照片。所以下一关到底是什么戏啊？还是不知道啊？补一下。啊，这过图有点麻烦。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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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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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哒哒哒哒。哎，有东西。
哎，那里有宝可梦啊，想抓，可是你要跟他干一架。布拉布拉布拉，灰子宫，他不会等下挥出破坏时光吧？现在是皮可西，还是呀？换只。硬呢、欸，接下来的都不是很好打，还是因为是训练师的关系。我靠！他这个是飞天吧？什么狗屁弹跳啊！他都不见了，弹个鬼啊！傻眼！
你看，他的弹指功有点强哎、欸。破坏时光吗？还没。我靠！我的丫丫要去世了。软化糖到底会不会进化、啊？看，真的是靠塞。哦，我好帅哦！水系的好帅啊！那好帅哦！噔噔噔噔！啊！连路人都这么欠哦，不是这么香的吗？打一次我都打到全都快暴毙。换谁啊？啊，懒得一直跑回去。给你吃补品哦。不是个五十滴的吗？对吧？好像我要买多一点补品呢。你是什么生物啊？哭哭面具。哎呦，效果很好。互换特性，还有这样的特性。啊！你就乖乖的进来吧，兄弟。噔，碎他！早该这样子了，对不对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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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地面幽灵。嘟嘟嘟嘟。这是什么？哦，那只沙包蛇，看起来很哀怨。沙尘暴，靠！他可以这样连续一直敲我，哇！麻痹，哇！他换人了，
狙击会不会把你杀死啊？我很怕我把它秒掉。哇，它被我秒掉，它看起来是地面系的、啊。不，奔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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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三地主哎、欸。现在想要三地鼠，我就觉得那个画面，我觉得它底下埋着的东西很可怕。狙击。太强了吧！能量球，能量球很强哎。把飞叶快刀换掉吗？把毒粉换掉好了。这边可以练一下，靠我们的特务。哦，喵喵要捡到东西，不愧是我们的练财猫。那一只又是什么？哇！惨了，结果是电属性的，会不会出事啊？咻！咻！嗯，很好。我们真强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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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太痛了，嗑药。暗种类。就可以回70D。话说，我记得某个版本还是上一代，可以直接在包包里面让宝可梦用能力，他现在是都不行这样用了吗？我想说他有那个回复能力，可以直接帮他解麻痹，好像不行。没事、欸。
没事，我就把你抓起来。高级球，我来啊！他过得来、欸，没有，他们过不来，笑你。然后刚刚那只蛇，我想说可以抓了，结果他把自己打死了，宁死不屈，愤怒门牙。永烈咬住对手进行攻击，对手的 HP 大量减半。哎呦，强制减半哦，好像有点猛。哇，这一点就是双打。赢了！你别再自爆了，帮我抓一下。哦呦！耶！帮帮帮忙！话说我们那只猫猫是不是不会升等？突然发现，它好像是不会升等。哦，那边有东西耶。
叭叭叭叭叭啊！我想起来我能干嘛了，我可以盖帐篷，对不对？盖帐篷可以补血哦。它跑好快哦，好可爱哦！拿出玩具，要不要玩？来玩啦！哎，来玩啦！来玩，来玩，来玩啊！拳打脚踢，要不要想玩吗？给你玩。你要玩吗？龙傲天比较害羞。换个玩具。哎呀，我打一颗哦。捡不动，只好用踹的。还可以聊天哦。啊，肚子很饿。啊，肚子饿了。大家都肚子饿。好好好。做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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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饭，吃饭。今天吃，我们吃奶。然后，哦，这个果很多哎，不会辣，万能树果。有酸味。有辣味，食欲大开。上一个，增添风味，味道奇特，甜甜辣辣苦味，放饭喽！椰香咖喱，耶！小鲜奶级的美味。回复 HP 并去治愈异常状态。你还会肚子饿吗？你还会肚子饿吗？吃饱了很满足。再见喽。今天只是突然变很多哎，清除浓雾，反射壁光墙，降低闪避率。
他们这样有满血吗？哦，全满欸。他这露营其实就吃咖喱等同于是进那个欸。等同于是回那个欸。可以尝试欸。对啊。没有，没有捡到东西。来，跟你打架。我状态不好哦。打架啦！猪会，这不是那一只吗？这不是那个流氓吗？这是流氓的进化型吗？哎、欸，快死了，都快死了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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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毅，对手进行攻击有时候会提高自己的防御。我快死掉了。虽然我觉得那是草系的，娃效果都不好。虫克草，没有击中。太痛了吧。有了，哦，纯草系，
怎么掉？效果不好，但它地面细哦。惨了，它地面细。地面细，地面细。草也是刻地面细啊，效果不好。它是什么细啊？它变成草系，看起来不像啊。它是火系，真假的？它竟然是火系的。那我又怕把它秒掉，会不会秒掉？哦，对，它叫龙蚁兽，哎，没注意到它的名字。哎，它竟然是火系的，撑住啦！你要撑住，撑住，撑住！水，你有撑住。他蓄力了两次，我感觉我要GG了。好，进来。水流裂波裂破，这是什么？水之力量撞向对手进行攻击，有时会降低对手的防御。换掉泪眼汪汪好了。尾巴的孔洞吸入空气，如果孔洞被堵住，身体就会不舒服。他耳朵张开，好可爱啊！干燥皮肤，为什么干燥皮肤他就扣血？他的特性让他自己就扣血，这种位置。那就乖乖进来吧，睡啦。他张开头部的折边，用太阳光发电，就能使出威力强大的电属性招式，电跟一般。下雨天气和受到水属性的招式攻击时，血量会恢复。哦，福特替换呢？抛物面充电。钓鱼，它在下面，钓不到。
又要再录一次音了。等一下好了，再打一只。兄弟，打架吧。哦，不是，阿婆。这位大神，哦，是男的、哦，你到底是男的还是母的、啊？他应该是男的。不。所有能力都复原，素材怪，那叫素材怪。啊，完了，按错了。哎呦，疼哦！它好像是岩石系的吧？真痛！哇，麻痹！哎！要录音了，放饭的哦，来吃饭。我们现在做过六种，吐司的好像没有做过，然后只放一个嘞，只放一个可以吗？
完成。其实看不太出差异。吐司咖喱，好空虚哦。古兰翁吉，哇！这东西塞太少的后果，东西塞太少，变成说补的也比较少，然后还没有恢复异常状态。强能打，嘿，这是三地鼠哎，设计简约，打造起来不费功夫，笑死！哦，我们到了，靠，原来这么近，我以为还很远，我原本以为还很远。这是露营的，结果这么近，那我直接来宝可梦中心就好了。傻眼。朔钻镇还是朔船镇？噔噔噔噔噔。噔噔噔。噔噔噔噔噔。化石尿，那什么东西？化石碎片。六号道路有个博士，可以帮忙把化石复原成宝可梦哦。哎呦！黑色污泥，不知道是什么。毒属性，会回血。冥界之布，卖卖卖卖！哎呦，又是一个可以削钱的。地鼠在没有，只是地鼠而已。大叔，你不要想不开啊！大叔，尼布利姆换。只有一只，不过还是给你换。bang b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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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ng超能力，刘海好可爱哦！